我来是给你介绍一个人，我小学同学，人送绰号叫大聪明。你谁也不用给我介绍，我除了你谁都不信。你都不知道你体内蕴藏着多大的能量，赔点破钱算什么？我能见证你无穷的潜力被激活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明白。人都来了，好歹走，咱们见一面。大聪明。请你一定要加入我的团队。大聪明果然名不虚传。你听说过我的故事？没有，但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。哎，你刚才还说不用介绍人来呢。我们远见了，打死我也想不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能够同时培养出你们二位，这是天助我也。毕业之后我一直思考投资之道，要不是我妈天天逼我下楼活动活动，我都没打算出山。提前说好了，我费用很高，我不要工资，但是如果我帮你挣到钱的话，我要从你的利润中抽取10%。那不行，除了提成以外，你必须和他一样，50万的底薪你一分都不能少。好的，为了你们我破例一次。那就说好了，以后我的投资就归你俩管了。多余，我得恭喜你能同时收获卧龙凤雏。等我俩给你挣钱，咱们放礼花庆祝。马上跟恒泰比赛了，干什么呢？王总息怒，我们正在训练，面对恒泰，我实在是不想墨守成规。你蒙谁呢？训练时候喝酒，谁让喝酒？是我扔的。高兴就得喝酒，我觉得我也有资格让大家喝酒。你多鸡毛啊！别这么暴躁，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要有修养。我等你半天了，有大事和你说。你哪个阶层的？有屁快放，放完赶紧练球。练球？还练个球啊！一会儿得把我供起来。大聪明，告诉他，我俩之前囤了一片烂尾楼，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但是我赌对了。政府突然规划一个重点学校，烂尾楼变成学区房了，我转手一卖，赚了10亿。十个